趟挥霍爽了，我估计我以后都不会再来这个地方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马田，我现在坐标安徽合肥庐江县，现在是早上的9:60。就像这个时间我也是刚刚睡醒啊，那么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洗脸刷牙当靓仔。今天卸货我拍第三个，不用着急。这菜都冻了没人吃多可惜。兄弟，克制，一定要克制自己，不能影响咱驾驶员的形象。我在自己拍视频说话呢，你他以为我干什么呢？没事没事，你放心。刚才跟那个环卫大爷又说了一会儿话，人家是在信阳当兵的，老乡。本来我脸皮就薄，大爷几句话让我说的脸通红。喝杯茶，润润喉。已经开始卸第二辆车了，刚接到里边朋友打电话说让开进去，估计能停开两辆车。这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10:30。咱抓紧时间开进去，回去的货已经订好了，上午去装有点困难了。这样我也进来了，看中午加班能裂掉不？应该是卸完了，等俺这个朋友倒出来，咱就可以往里进了。距离下班时间大概还有1个小时左右。车辆刚刚停稳，师傅就上去准备卸车。这个图是真卸，像这种地儿下雨天进来那就完了。安全起见，还是把后门打开吧。就在这个时间，我心里有点着急了，一吊才吊两个，甚至第二吊吊了1个，这样的话我中午哪能卸掉。哎，找师傅去了解一下。师傅，这一吊能吊4个吧？三个吊不了，还吊4个。俺说这那么大的吊车离那么近，吊4个可以。这么近的距离一吊只吊2个，那只有一件事情，干太满了。往这个工地上其实有4个车来，那个应该是外吊。刚才打电话问了一下，可能是在路上出事故了。哎呀，大过年的，兄弟们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虽然说是两件两件掉的，但是卸车工人可没头来，十七件大概1个小时。不管他掉几件，中午卸完了。大门走人，庐江到郭阳临时工。看了一下装货位置，大概30多公里，也就40多分钟就到了。其实我昨天订的货是在合肥这边装的，但是合肥那边的车没有货，刚好我在这边又有一车货，所以把我的货给别人了，我又搞了一车。这样的话俺们两个车都能走，有活大家一起干，这不又到了吗？这装的师傅说不用货棒，那咱直接进去吧，这玩意儿可能不值钱。通过10来米的盘山公路，咱们就来到了货场，已经是双排头了。到了到了，这前面车还不少嘞，咱得排队嘞。我刚才睡着了，我以为俺那两个车装走了嘞，是在上面装的。问你这个师傅装吗？不是，你先上。不不不，你在前面，你这不你先装吗？咱不能插队是吧？嘿嘿，这个高度装的很理想。那两个朋友的车都装了，现在咱上去。说干就干，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4:30，确实等的也有点着急了，因为路子有点远。车辆刚刚停稳，挖机师傅就开始他的表演了。刚才问了一下朋友，他装那个高度也就31.2吨，那咱们要让挖机师傅压压再装，这样的话最起码多装个1-2吨，他不会亏吨啊。这玩意属实太干了，主要就是挣的那2吨钱。师傅操作熟练，20分钟装货完毕，换上咱的装备开始表演。音乐起。另一个世界，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，总是一副弱不禁风孬种的样子，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，他说风板正。咱们向郭阳出发。一个人干活虽然说有点累，但是痛快自由，我就喜欢这样。过了棒打了胆子咱就能走了。就这些货在这个地方装了一下午，哎，事不宜迟，赶紧走。看了一下卸货定位，300多公里，大概得6个多小时。这真不愧是一块的车，等我到现在，俺们3辆车一块向郭阳出发。这边路咱不算太熟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小路通到合肥的，但是河东公路肯定能到合肥。这样的话咱就晃晃悠悠的来到了合肥方兴大道。兄弟们，左边就是我向你们的祝福，快给我点个赞，谢谢。对呢，也检查完了，啥毛病没有，就等这两个哥哥吃饭了。锦江大道六馆家常菜，今天还在这消费。坐等上菜，炖盆剔骨肉，素炒包菜1份，红烧扁鱼必点。吃相有点难看，兄弟们，晃晃这一天了，那是真饿呀。出来了，今日消费108元。这块停车安全，没偷油嘞。吃饱就翻滚，睡觉。时间还早，我们商量商量，一拍即合。怕我睡了个几个小时。
都凌晨一点多了，我不叫他们真不起。其实我也困着嘞，他俩直接走首先上高速了。我这个人一跑高速就困，我还是翻八公山吧。音乐起。这小音乐一炸，八公山一翻，雄鹰一样的男人嗷嗷的就站起来了。通过丰台电厂我就不听了，因为他俩走高速，俺们这距离差的属实有点太远了。就这样一气，我撵到蒙城也没见他俩的影。去球放弃了，早上5:60到达目的地，关键前面车也太多了，反正是顺利来到了，管到明天几点歇，这个钱已经装裤袋的一半了。嘿嘿，明儿见。再见再见，睡觉困了，记得关注点赞支持我。